在花花他九月会有新专辑出现，然后呢，其实九月另外呢，好朋友也会就是做一张这个演奏专辑，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竖笛还有 saxophone solo， 然后兼今天的 leader 我们张凌峰同学，掌声。我只是先工商服务一下，那旁边待会有。 有他的第一，小小声声告诉你们，然后你们就一个人拿一张回去。最近他在办那个预购，然后每一张专辑，反正你们就预购，反正应该会很好听，不好听就退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主演者怎么专辑的人吹奏的人有没有不好听退费，对不对？ 他今天很不甘愿，因为刚刚我们在那个后台，就是做了一个打赌。他说老郭这个衬衫到底这个十七可不可以穿？那结果老郭他说如果说可以，那个领围十七嘛，如果可以穿的话，他待会要请大家吃火锅。哦，已经捐出来了。可是重点是，当他输的时候，因为老郭可以穿上去，但是呢。 他就是不敢，他就像刚刚一样，我问他，哥那个不好听可以退费，他就是不讲话这样子。你看这种，对，太不大气了。待会请所有人吃火锅好不好？你看还有没有说话？啊，唱歌吧，接下来这个歌，好久没有唱，来，这是专辑这张。 第十九届，真情歌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非常有趣的，国民学校，共鸣，好好。 亲像没有灵魂的你。
风